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 Story。好，没错啊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摄影棚里，推开。然后今天我们要来一个全员摄影师啊。那就来吧，需要你先选吗？对，需要先开始吧。需要选选谁啊？模特啊，选模特啊。给七哥吧。好。七哥可是个李男模啊，对。是第一位，就第一张照片是七哥。然后加我哥，豪哥，三哥哥们，因为我这技术不想为难两个。整得好。狗狗呢？不要我，送过去吧。一个人。第二张，第二张，第二张，第二张。好，第一张泽宇哥。哦，泽宇。我的建议还是嘛。第三张来。来。韩宇。哦吼吼。什么意思啊？自拍，第三张自拍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自拍一。OK。哦。泽宇上，你上。我这边已经早有准备了，我要宣扬狗狗还有拼图。哦，早有人选。可爱风。可爱风，好，早有人选。这个可爱风我是非常喜欢的，虽然说我不适合，但是我支持你。信龙。第一张选泽宇吧。好、哦，第一张泽宇。第二张，哦，泽宇。小哥，哦吼，小哥，相信我的技术吧。相信，不是，你应该拿这个。我三张，你剪刀石头布吧，赢了我选。不，你还是自己选吧。哎，我刚好捏错的选手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我几个赢了？几个赢了？几个赢了？他石头。几个赢了？你不想要我吗？行行行，第三名子豪。不要勉强。其实该你了，该我了是吧？第一个贺云龙，然后第二个来自拍一个吗？第二个来狗狗，第三个来小宇。OK， 哇！来加五哥，再加五哥选的。我选的话，自己。其实贾玉选三个人，全是女装。哎，这个好，女装的话我选哪？青龙，我拍龙龙。青龙，龙龙，然后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明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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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秒。哪有舒耀？虽然不好，虽然不好，没事说。虽然很身材很不好。我在想你们三个谁女装？你相信我？七哥，你女装过，小雨也女装过，就差徐耀。看到了吗？用选吗？一二三。别 Q 我，不 Q 我。我不行。黄猪王，黄猪哥哥丑的要死。黄猪哥哥，他虽然我丑，我给他个真的女性化的角色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就从子豪这组开始吧。OK， 子豪，子豪加油，子豪再见，拜拜。你上衣穿这个吧，这个，对你穿上试试，来，试它这没扣啊，好，我先试，你就前面这儿长的就行，怎么样？哎，这鼻子是不可以，测圆，呼呼，一条线，哦，还好哎，这个。看上，闭几张眼，快门怎么按不动了？可以，这样帅，这样帅，有了，有很多人。哦 ，nice， 我们长期合作，长期合作吧。我觉得哇，现在这身完全完美，四服就已经是达到顶峰了。但是不能让你只是穿四服就简单的过去了。难道你还不要放过我吗？这什么？不要是看起来很搞笑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张脸是什么东西假的，真的漂亮，好漂亮，贼漂亮，真的累死了。因为你戴上这个就突然画风变了，懂吗？因为我的命。真服了，你就刚才这样一直说就不错，真不错。笑，行，再见，再见。干嘛？哦，帅气，好了。有点沉。把焦点给我们黑豆。不 perfect perfect， 比你帅的话，快去，黑豆，黑豆，三，黑豆看我，好，
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，这是鱼子鱼的美。好看吗？好像个女的。这能怪我吗？我给你拍男人，眼神凶狠。打跌了几下。行，我给你拍啊。哎，你们有冰棍吃啊？别说，没了。没事，你要吃吗？不给。你确定是你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给你拍，你有点愣，你摆个 pose。这里也好看，但没有菜刀，抬点头，看清脸。哎，靠！挺好看的。行。真的？什么美男啊？老师，您觉得什么好看，那我都会穿上的。就是穿一个针织衫。其实老师，你没有觉得这个衬衫很小吗？老师，没关系嘛，反正当个内搭，当个内搭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你，老师。先穿上哈。老师要穿上之后要系扣子吗？需要系。哦，挺好。反正只拍上半身，我们再给你做个内搭。就感觉这个应该是露脐的，露肚子的是吧？应该是这对的，老师，你说的对。但是为了我们艺人的，老师您确定吗？可以的，也 OK， 不是这样子也 OK。哎，我想一下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搭一下。老师您真的是太帅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样子。你咋感觉扛了个麻袋？专业老师，你好专业，老师。专业，我天哪，看着这个姿势。我们优秀的摄影师大爷，哇，小心呀、啊！别动！摄影师，您这可以小心。弟弟，差不多可以了，我感觉有几张。这个时候来看一下，哇、哦，摄影师。其实我们刚看了一下这件，是古装。哦，这不是女装哎。不是。啊，是吗？刚刚哦，这个，哎，这不是女装。这次我就给齐哥选了个女装，挺好。你先试一下吧，我去搭一下场景。试一下，专业。是的。你先下来吧，好不好？虽然咱不咋地，但是，拜拜。再露点头，把旁边再帮我们 P 成同一个颜色就差不多 OK 了。哇、哦，我感觉 OK 了。哦，感觉 OK 了。哇、哦、，OK。摄影师你好，我是这次来新实习的模特。你好，麻烦您好好给我配衣服。我看看啊，就是那种丽莎什么那种沙沙的感觉，沙。想了一个新奇的，太喜欢了，很好看。我试一个墨镜。第一张就已经是再精进一点。第一张是原版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杂志啊，杂志啊，看这个吗？丑吗？丑。那我一穿就不丑。大雪大。放松，手背。用不屑的眼神看我，就是
对，好。愿意理我的单元。手当上。对。戒指拿。戴左手中指。对。再记。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就是稍微青春一点风格的。然后我给你布置一个场地，然后这个领带你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带一下，插在裤兜里啊什么的。哦。我把领带出来。不会在浴缸里拍吗？嗯，你就是要在浴缸里。绝了！绝了！绝了！这个怎么调？调。别动，我来。行，就刚刚那个可以。没事，你先这个。记住，你不应该踩着凳子站着。这个中间有个正方形的小框，对着你那边。哇，你对着球可还行？没有小框了，没有小框了。你穿这个吧。我看看啊。啊，这不是，这个还可以。这下我穿过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可以。有点近。把这塞进去吧。哇，人生第一次。拍啥呢？你拍啥呢？没有，你侧着脸。看我。头有点奇怪。你别从这边拍。我来给你调一下。看我。对，就这样。哎，狗，你不是之前有一个就是拿着球这样挡着一只眼睛吗？你再来一次，你拿着一个粉球。哦，对，哎，可以，很有创意。然后，可惜没有。另一个手就抱着。狗，你别拿球了，我拿一个粉球，然后你假装着拿，你另一只换另一只手，你放这儿，然后让他去拿，嗯，对吗？哦，第一击，可以，好看的。你不晃，我都觉得你晃。不要这么做，这太疼了。稍微有点像。我看你这角度照的。闭眼了，闭眼了。没闭眼，绝对没闭眼。闭眼了，绝对没闭眼。闭眼。就是没闭眼。闭眼。就是没闭眼。闭眼。我就是没闭眼。行吗？可以吗？太难了，先自拍吧，行吗？自拍，我给你打光。自拍，我给你拨着。这样。我还忙是吧？现在叫我们的泽宇，泽宇先生，泽宇哥，我的灯稍微往这边打一点，哪边？左边，再稍微往左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一会儿。
地。头这样子你就。再低点头，相信我，低点头。有种生无可恋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快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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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头都是古装啊，这套好像是现代的。尽管这里的衣服都很好，衣服不应该是我来的。一人有自己的选择。不不，你只是实习模特而已，没有那么多选择。实习模特，那你来帮我挑一套吧。其实这个蓝色的也，你看这个拳击套怎么样？啊，哇哦，完了，戴上去了。啊，你是啊，了解了，戴吧，扶我起来。你看着我，你非要打我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别动。糊了。来老师，这是给你打的衣服啊。你说完这灯可以再亮一点。我知道。太吓人了。报销。你太可爱了，是。谁来看我？穿，本来还挺好看的，又有喝啊，好啊，你要喝的这种感觉，行，笑一点，稍微就是那种坏笑，稍微笑一点点那种感觉，你明天，你别这么笑。So nice， 噔噔。当当当当当，好了，那我们摄影师之旅也就正式结束了。然后到时候会把这个作品发上去，让大家来猜一猜到底是谁拍的啊？我们就会有奖励。没错，你们加油！可是我们的暑假愿望啊，那我们就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